未孵化的卵，出生第一个月一龄幼虫，出生第二个月二龄幼虫，出生第三个月三龄幼虫初期，出生第十个月三龄幼虫末期，出生第十一个月前蛹幼虫，出生第十二个月化蛹了，化蛹半个月后羽化成虫了，成虫后半个月出蛰伏期，可以上手把玩了。独角仙属于国产甲虫，每年的生长都是按照季节来的，五月份陆续开始化蛹，在夏天变成虫并繁殖出下一代来，下一代要等到来年的夏天才变成虫，周而复始，一年一个轮回。